我们这个频道曾经做过一期酷妈 Q500L 的视频，躺着用了解一下。因为不管是当初还是现在， Q500L 依然都是少有可以让4090躺着卧室使用的机箱。如今酷妈升级了 Q500L， 并且命名也更换成了 Cube500。 至于改变嘛，我想说最大改变应该是需要玩家自行拼装，从而实现了工厂能力以及运输和仓储成本的节省。这话真的不是在开玩笑。首先，我们拿到的 Cube500 是完全打散了的状态，瞧这包装的体积一下子就成了原来的1/2，甚至是1/3。而我们玩家则需要一改以往仅仅是将硬件塞进机箱里的装机流程，因为这一次我们其实是一边装机一边同时拼装机箱。酷妈这样做无疑增加了 PDIY 的一些门槛和难度，但这一次的 Cube500 则是在此前 Q500L 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加模块化的可玩性。比如主板支架可以单独成为开放式支架使用，再比如上下翻转摆放，甚至竖立和横置，哪怕 IO 朝上，简直任何姿势 Cube500 通通都会。再来说说内部结构，电源可以悬挂在主板24拼供电一侧，也可以选择 MATX 主板，从而电源下置。可以兼容最大172毫米的风冷散热器，也可以最大332毫米的显卡长度。最后，所有风扇位几乎同时兼容14厘米风扇以及280毫米的一体水冷兼容。Cube500 在我看来是 PDDI 玩家在入坑初期，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特点的机箱的时候，绝对可以先入一台玩起来再说的选择，因为它真的几乎什么都能装，并且还能换着花样的玩。装机配件方面，七彩虹近期推出的菊影城系列终于有机会给大家好好展示一番了。起初知道这个系列是因为七彩虹送车的 B760 主板，当时就觉得好可爱，反正大家现在都不超频了，管它白曜石如何，可爱东西总归人人都喜欢的。谁知道七彩虹摸对了路子，立刻疯狂输出。于是乎，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其实菊影城已经有了全家桶。不过不是恰饭，纯粹只是分享的，我们并没有打算这个那个阿猫阿狗通通全家桶，只是挑选了一些确实可爱也不用担心什么效能的硬件，毕竟 PDDIY 已经高度同质化了，效能能差多少，散热又能差了多少呢？
好的动机视频开拓大家视野， Cube 500开拓了 PC DIY 几项的另一种可能，一种叫以往能彻底拆分，无论是分开使用还是拼装维护整机的便捷性。相比以前只是打开左右，顶多再加个前或者上面板的传统结构，其实库玛做出了非常需要勇气的一步。勇气在于更多的螺丝和更多的安装时间，以及可能给没有心理准备的玩家们带来物理和魔法的双重伤害。但既然都已经 PC DIY 了，过程理应比结果重要。模型的拼装就是快乐的源泉， PC DIY 的整机一样也能从头来过，哪怕从机箱最初的合体开始。可以拆得精精光的机箱，没准有机会成为 PC DIY 机箱的又一个标准，谁知道呢？这周内容就到这里，让我们下周一老师先早上9点再见。